Hello， 大家好。那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一个对话，它会稍微有一点点难一点啊，但是你可以仔细听哦，我这边会仔细讲解。第一个呢是你在那里全职工作吗？在那里本来是 home， 但是口语上常常会说 am， 所以是 am。全职 a chain b a chain 是时间 b 就是满，所以满职就是全职。am a chain b 工作吗？啊漏漏啦。am a chain b 啊漏漏啦。哦，不是，我只是个临时工。ma hou bu hou 是事啊，我只是个临时工。首先，临时工他直接就用英语的 but time， 然后只是 be。But time, be, am I a chain be a low low la? Ma ho bu, but time be. 你找工作成功了吗？本来呢，成功这个词叫做奥面、奥面啦之类的啊。可是呢，在这边它不适合用成功，其实就是你找到工作了吗？a low下的。阿漏下找工作，中间有一个连词打，阿漏下打，这边成功了吗？他就用可以了吗？亚比拉，阿漏下打，亚比拉。这周有两个面试还没找到，这周 debug 两个面试，面试 interview， 他直接就用英语的面试的说法也是一样哦。Interview 两个，那库有系列，还没找到，亚多没亚的不，哎，还没找到，没亚的不，所以就是倒是还没有找到这样的说法，我们就会用 do 这样的一个词，它就是倒是啊，亚多没多不啊，我倒是不去哦，这样子的 do。你还在为老板对你的话生气吗？老板对你说的话是一个词组，所以是 The thing Ningo Biodesaga 说的话啊。Ningo 是因为对你嘛哈，对你那个你就是个宾语，所以是 Ningo Biodesaga。还生气吗？ Say so 你得的啦， Say so 生气，你得还在生气吗？ The training go biodesaga， Say so 你得的啦。是的，他真的很伤我心，就是那些话。后的他真的 the get go 啊，伤心。眼呐，就是心疼，眼呐破高的，很伤心。通常这样子的一个表达心情的词，难过、开心，什么缅语的说法都会用这样。比如说，我很开心，很值得开心，玩打破高的，岁数破高的，会这样子，常常用一种方式来表达啊。你喜欢你的新工作吗？新工作 a load it 喜欢吗？ the ball 加啦 a load it go the ball 加啦，本来喜欢 need the 啦加啦，只加啦不太会用哦，就是说你对你的新工作还满意吗？ the ball 加其实也是满意的意思，所以是 a load it go the ball 加啦。到目前为止，每个人都很友好和互相帮助。目前为止，库前啊替到啊啊库前现在目前啊替止到，这个也是把它连起来。库前替到每个人路带跟内路带内 assembly 的 assembly， 它就已经是全部包含了哦。又友好啊，这一个很好啊，相处的很顺利啊，这种意思。SMB 我们就是一个万能用词嘛，对不对？那这里也是如此。SMB 的，然后啊，亲亲鼓你的，啊亲亲互相帮助帮忙鼓你的。你和同事的关系怎么样？同事啊，老婆啊，老婆对呢。关系怎么样？其实它就是说交际的相处的怎么样，所以它适合用色散亚达不露嘞。色散就是交际相处的意思，色散亚达不露嘞。我们关系很好，
Along ne bong yada, a simpy bade. Yo like a simpy law. Along ne bong yada, a simpy bade. A may jo woo, dao da ne die. May jo shin chi woo, dao da ne die. Ichi tree her pijo. A do be ya dao jade. Shi her yong jade. You may jade, sa da ja ichi shin dong, what is it awesome? So it just a do be ya dao jade. 一周工作几个小时的吧几个小时 banana 一上班 alo 先呀嘞 alo 漏呀嘞这里适合用 alo 漏也可以 alo 先也可以啊呀嘞得你得上班几个小时大概五十个小时那一阿塞老啊老这是大概那一阿塞老我在攒房子的首付 因为破要买房子的所以它就适合用将来式的还没发生的买房子 因为破首付是 butama as a year,butama 就是第一然后 a year 就是第一次所以是 butama a year, 攒就是数你的 ,butama a year, 数你的 因为破 ,butama a year, 数你的如果不介意的话你的工资是多少不介意这个词 same as 不所言 same as 不所言真的谁来看到没我抽烟一下哦这样子的说法哦拉萨不老亚的嘞你的工资是多少每小时五美元的那一阿多啦的那一阿多啦今天工作上有什么有趣的事吗第一工作上 alote 在工作里面把有趣的事其实缅语的说法只能够说啊有什么特别的事这样的说法因为有趣这个词我们不恰当用啊今天 alote 把推推突突系列推推突突口语上用的非常的多啊有趣的特别的奇怪的啊不一样的都可以讲啊啊老板顺道来访请大家吃午饭的 tea 顺道蓝种垃圾的蓝种啊就顺路来看啊垃圾的啊请大家吃午饭你来啥追的的 tea 蓝种垃圾的你来啥追的你想找什么样的工作什么样的白露工作 alo 想找下请来白露 alo 下请来啊，我想做一些能挑战我的工作，挑战辛苦木啊的工作系列啊，露牛那种下去呢，想找想做，当然一些就省略了啊，那就是辛苦木系列啊，露牛下去呢。我上一个工作是啊，露的苦噶太无聊了啊，表啊嘞么是咯，因为是啊高的。啊表嘞没事咯就是没有什么变化啊整天就那样。啊表嘞变化没事没有。你因为是呀高也是刚刚表达心情的说法无聊。所以就是说你因为是呀高的。如果你离开现在的工作想去哪儿啊酷啊 logo。离开当然有那个拖垮这样的词但是它不适合用只能够说不做的话没漏多也的话想去哪儿别多钱嘞哦去一家更小的创业公司那那的的创业公司 Sapuin 的 company 刚开始开的这样子的说法 Sapuin 的 company 多没在那里 Emma Emma 所在那里的话Emma 说我的工作才会有价值够胆婆不穿了没这里的说法是自己的价值才会体现出来价值胆婆不穿了更出来够胆婆不穿了没你为什么换工作八路为什么啊路标起来更换我们就用标啊换那个搬家了也是说硬标哈把路啊路标起来啊我失去了教学的热情教学沙电的的热情的抓目啊沙电的的抓目
的皮皮又多了，慢慢的减少了，其实就是失去了，只不过放了皮皮哈。的皮皮又多了，想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啊对啊三，这个也是口语上很用。啊对啊三就是新的东西，当然就不用放啊。啊对啊三，三漏钱嘞，三漏就是试着去做，就是尝试的意思。啊对啊三。三漏钱嘞，你为什么不找别的工作？八漏别的工作啊查啊漏不找，没下嘞。八漏啊查啊漏没下嘞。我在这里工作十年了，我无法想象离开。滴嘛啊漏漏的，滴嘛漏的，三年是比有了有十年了，没漏到不漏。啊，没漏到不做了这样子的，先杀了我们亚布，我没办法想象，我没办法想，我没办法考虑，其实就是无法想象这样子的词。滴嘛漏达塞涅西比，没漏到不漏，先杀了我们亚布。哦，我无法想象他怎么变这样了。都把皮漏滴漏皮达嘞，先杀了我们亚布哈。有很多工作要求吗？ Hello, Damach, 工作要求 Damach, 很多 Amyaji, 有吗？是的啦。Hello, Damach, Amyaji, 是的啦。必须要懂基础的会计和英语。啊去看声音啊基础。然后会计声音改。啊去看声音改呢。英语 English 噶必须要会。这样没啊去看是应该呢 English 噶这样没必须啊，所以是亚美用了这样的词。五年后你想做什么？ Now 阿呢啊假 Now 啊就是在五年阿呢，通常缅语上讲时间的一个时间段通常都会讲假这个词，就是久，但是有时候也讲啊假。真的 ,IWC 呗请亚们嘞。哦，我现在来交付的，什么时候可以拿到？那那夜啊假在两天吧。那夜假拉 you, 啊这样都可以，这是习惯用语啊。我想开自己的公司。Go company 的库 ,point 钱嘞想开啊，所以就是 Go company 的库 ,point 钱嘞。你们有多长时间的产假？产假大花困或者是咪花困，因为大是儿子，咪是女儿，然后花就是生孩子的假，所以就是产假大花困。不老亚嘞多长时间？不老假亚嘞都行啊，本来也被逼啊，本来也逼嘞给几天都行。两个月产假那啦两个月。前一个月和后一个月，是的啦呢 ，now 的啦啊，前跟后我们要会讲啊，是的啦呢 ，now 的啦。